的心灵，流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心路旅程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三人行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